萬眾同心公益金直播，連少有公開露面的黎明都嚟呼籲大家熱心捐書。黎天王仲企定定影相，睇落心情唔錯啊！其餘出席的仲有汪明荃、鄭裕玲、黎耀祥、高海寧、周柏豪等等。高凌前度邓志伟早前爆出桃色纠纷，仲承认去年一月已经同高凌分开。之后高凌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话，二人关系已经画上句点。呢日高凌一现身就被传媒包围啊！我平时入行咁耐，我都好少提及呢个感情事嘅。咁今次点解会铺出嚟去交代件事呢？我想简单交代翻自己而家嘅状态啦，咁同埋亦都系即係身邊有很多人關心我嘅，咁我希望他哋可以放心啦。咁亦都係希望即係唔想出面有太多嘅揣測啊，對於呢件事。我心情 OK 啊，我心情 OK， 我反而係少少擔心即係志偉嘅情緒。咁我希望他冇事，咁所以呢件事咧，我係唔希望有繼續發酵落去啦。而且即係希望今日我答辯之後，可以唔需要再回應咯。我唔會再回應噶啦。